还可以的哦。穿鞋子，准备出发，下一站了吗？是吗，大哥？哎，你是要去广东呢，还是要去哪里？你猜？我猜，我哪里能猜到？我们一起同行，你猜？那你不是去广东吗？广东是下一站。人家家人都说了，叫你去广东了。广东过段时间再去。赶紧去广东，广东当靓仔多好。我们今天准备出发了，过来也一个星期了，你们妹他们也要回去了，我也跟着屁颠屁颠的也回去了。好快啊。对啊，这边来了那么久，也玩得很开心，也能见识到了南北方的差异，还有南北方的各种的那种咋说风俗是吧。对。这个地方呢饮食习惯啊，还有其他的那些包括这麦子啊种玉米啊都能见识到了啊。还有就是叔叔阿姨呢都很好，对我都很好，有啥好吃的都煮给我吃，都弄给我吃，到村里面去打包都打包回来。非常感谢阿姨啊、哦好哦哎、辛苦了。有不辛苦。等到暑假的时候姊妹他们回来的时候我又过来。好的，我又过来了。欢迎。我们就准备出发收拾东西啊。等一下看一下要搬啥东西的，你估计你们没有搬点东西回去的。好了，你牙还痛吗？你要吃啥？不知道。我看到那边好像有餐厅有米饭吃，那就你想吃饭就吃饭呗。我去那边看一下啊。我们现在已经到湖北了，到这个服务区这里，现在去吃点东西先。陈妹妹牙又痛了，我估计她也又是不想吃了，出去找东西吃点。这个是自助餐，随便吃随便咬，想吃啥打啥。好，这里有鱼。你好，你好，怎么巧？你好，肉都搞上了，哎呦，哇，剁椒鱼头。先搞肉的。嗯，我只能吃这个了。这个适合我的口味，我现在就适合吃软饭。清一色的菜。你又不吃肉，就少来点粥你。粥没了，我去搞点饭，搞点饭来泡汤。帮我盘住。他不敢吃东西。我减肥啊。这里那么多肉，你也不吃。减肥，你们多吃一点。你要是那种鱼要被弯的，那种，多肉。他要扛到厦门吃。对。我要到厦门来吃。他在厦门才敢放开的吃。还是阿青比较了解我。比较了解你。嗯。不是比较了解你。嗯。你看我的全是菜，清一色的菜。我那你们看啥？我这种去吃自助餐，刀工人。自助餐，满清的。风雨。我的老父亲，一生牵挂的你，看着你沾满老茧的手，淌满岁月的泪滴。我的老父亲，思绪飘向了老家，想起了父亲的背影，想起。爷爷弹奏恰恰，仍把拉开了。谁叫我是一个舞女？关上弦，放过岁月陪你到永远。
好的。喝多久了？十几个小时了。十四五个小时吧。哎呦，转上又跑去东子那边。嗯。跑去了东子，等一下，那是那边，哎，能有四个小时。差不多。免得了，哇，早就到了。现在，嗯，现在都九点多，差不多十点钟了。你们到这边，哎呦，这个都是累的不像样了。大哥还好，不用开车，哎，一个晚上都睡了。哎呦，顶不住了，我们先去休息间了，先去啊，等一下看看是吃点东西还是先休息间。现在脑子都是胀。先休息，我们先休息一下去。嗯。睡前再说吧啊。嗯。我们的视频就先分享到这里，我们就下期再见，拜拜啊。啊。你会卖烟吗？啊？嘿。你放他在这里帮看是吧？啊？刚去买包烟，一个小狗在那里帮看着，我会问他也会卖烟的。现在强子跟他叫他们过来，金妹妹她说她去买海鲜，然后呢，我们就先去那个烧烤那里，先去那里撸点串，跟你们村长他们一起过来啊。现在先过去啊。啊。哇，这里挺热闹的哦。大哥，你要不要去跳一下？你要不要去跳一下舞？那个，我就去了。你看，那个是谁走过来了？哎，哎，这边，这边。好像你要喝酒，你看，先坐，先坐。你怎么穿那么漂亮？我什么时候不漂亮了？嗯，我说是今晚上特别的漂亮。哎，坐，看什么吃要吃就点一下。看一下吃啥点啥。我刚吃饱。刚吃饱也要吃。刚刚吃了那个什么包子馒头。哎、你不要跟我提包子馒头好不好？跟我提包子馒头我就来气。为什么你去都是包子馒头，我去了都不是，我去了都是天天都是好吃好喝，还是大鱼大肉的。嗯，那问题是人不一样。啊？你昨天你这样都跑到这边来了。昨天晚上几点钟到？七点八点。八点。昨天上我们还特意下高速跑去东子那里晃了一圈。你们昨天几点到？今天早上九点多，差不多十点。早上九点多啊，那我还以为你们半夜就到了嘞。昨晚上我们跑去东子那里了。我知道你们去东子了，但是我还以为你们说很快就到厦门了呀。一点钟才从南昌出发。他为什么不在南昌睡一觉再出发？不睡了。看点，先点一下，吃点。已经迫不及待的想来厦门了。是想来看我吗？对呀、啊，来，迫不及待的来看，想来看你。那就对了。去看人去了，然后老。还好意思说那么多男的，嗯，就你一个女的，就我一朵花，你好意思说了，那你的那种闺蜜之类的那种嘞，好意思说，今天下午给你们发信息，没有一个人理我，结果我只有带强子他们去看大长腿了。我们睡到五点多了，快点叫两个闺蜜出来了，啊？叫两个闺蜜出来了。闺蜜，嗯。九点闺蜜回家睡觉了。她家在哪？你闺蜜一个人她睡得着吗？谁跟你说人家是一个人睡？真的是你一点都不够朋友了。一起睡。你刚才一点都不够朋友了，一个人单独来。为什么睡不着？我们都是一个人睡啊。嗯，一点都不友好了你。嗯，快点点烧烤。老板拿菜单过来。这是什么？有菜单吗？耶！太秀死我们的现场。你都要看美颜啊！先说啊，你不看美颜，等一下我们骂到那个什么地方去？美颜开一点啊！等一下去了开点美颜啊！不是。哎，村长千里迢迢也到了啊！哎，辛苦了。
晓得吗？让我先去下面啊，让我先去。你们这么晚到，我只能找这种烧烤摊买那个烩菜来加工了。没有大的杨梅，真嘞。18岁的姑娘，累不累？哎，多吃点啊。好甜啊。你不买花送给我吗？千里迢迢的跑来厦门，你一朵花都不送给我，你好意思？谁应该是我的大哥？你送我啊？哎，不是我送你，不是你送我。我是哎呦，我宝宝来，哟，这么笨啊，这么笨的吧？来，你这么小，既然你不送给我，我是送给你行了吧？人家也不送花，就一朵吗？什么情况？什么情况？准备了没有？还要等谁吗？哪个？不等他们俩吗？你叫阿朱嘞？叫阿朱。阿朱。大声点。没想个阿朱嘞？嗯。啊、没洗脸，脏脏。你看有没有表，是不是？有吧。还认识的哦。认识。那坑有茄子呢。哦，那里是应该吃过的，这里有一个表啊，要不要摸一下？炒面一份不够啦！啊，好来来来，感觉他还是在蒙圈的。这个折这边呢，啊，一份不够啦，先吃，没事没事。再一盘炒面呢，嗯，你家呢？真会吃，辣。辣辣辣辣，好好好，被团宠了。辣辣辣，不给他吃啊！不用了，不用了。不要来打电话说，搞不定了。南北，南北，南北来。